有请两位参赛者前往评审房间。今次是比试街头小食，先试食一号料理。好浓郁的味道，强而有力，强而有力啊！个味道好有层次啊！总共有成七十几层咁多，但系层层都差唔多，个味道好复杂，但系好陌生喎。个味道好有层次，总共有成七十几层咁多，但系层层都差唔多，个味道好熟悉，又好陌生。是那种很熟悉的那种陌生。是沙爹的味道。跟住试食二号料理。这个味道，同你个街龙津嚟嘅，真系龙津喎！咁唔使讨论啦，顶级晋级，升级做八大厨。顶记鱼蛋秘制沙爹汁，早传三代，而家第一代。未食过顶记，唔算食过鱼蛋啦。快啲过嚟柴湾，柴湾道350号乐天台地下202号铺试下啦。而家仲可以用三号埋单噶。